龙胆石斑的人家，我卖给你画五百、画四百，而且中医说这个参加额台给五百。哦，龙胆石、龙胆石斑是咱台湾之光啊，咱拢销于全世界，咱龙胆石斑台湾的龙胆石斑哦，销于规个全世界，这等于做卫生康用质量吹拢，或者规盘拢是胶质。今仔日食龙胆石斑，看你七百无，看你八百无，拢全面新价钱来，你三百我来三百。有人要食龙胆石斑的无？三百。龙胆石斑有人要食的无？三百。龙胆石斑有人要食的无？三百。抽一个客气了无？龙胆石斑。一个客人。你来，我随便问。来几？我不客气来，我问。我不客气来，我问。来，我即马要客啦。来，我不跟你食啦。来，卖互你开五百、四百，我爱讲新价钱的人价。我若卖你五百，你嘛要无无我不跟只大只。啊，这你妈买过无？唔卖咯，足好食哦，三百五十六。三百五。个人要食人参乌骨鸡哦，三百五。林青啊，这你买一只，这只鸡仔当然，一乌的乌骨鸡，用我烧料使食，足方便的。你先甲我买下卡。龙胆石斑啥物食？三百五。三百。莫去啊！你龙胆石斑存家了？哎、欸，存家了。注意听啊，几元？哎、欸，五百加五百，这。叫你吃了无？龙胆石斑存家了？哎、欸，存家了。龙胆石斑你当个吃起来问我介绍，是俗还是贵？你当去问我嘛？对不对？金龙三四五六个，第七个你卖几钱？规盘拢是加两块加块新价钱，三百了。龙胆石斑，来一个。好，咱们吃龙胆石斑了无？三百块。三百。不就一个三百啦？哎，一个。最后一箱吗？哎，拢无啊。这龙胆石斑会当互你煮三顿，你相信我，龙胆石斑是你食饺子，你若买三百，我嘛买不啰嗦啊，我。来三百了。啊，三百而已。一盘了三百。两斤我啦，我加足侪量互你啦，不一个人加三百块，你相信我啦？三百啊！这龙胆石斑这个鱼也袂你老贵啊！啊，两皮啊！你若讲你唔捌的鱼啊，你就卖咯。这你拢捌的，这龙胆石斑你老可能唔捌。三百啊！来，来，来！你若我点白酒，我爱讲歹势，你白酒是袂当作富的啊！哎，你白酒我爱讲一个歹势啊！我来，走掉，哎，你收掉去。来，来。长一个人家，我老主播去刀老爷子，这个买九包，这你会当看直播，直播迄种翕着，哎，一只买九包，直播都有拍到啦，这叫创作性品，这内底有长啊加低嘛，安尼一只一只安尼内底有三十粒，大家用真的就好食，一包卖三百五百，你要几包？你来讲，我嘛存只尔，一百了，来一百，好钱吗？一只剩三块尔，你要一包两包？一包一包，遐嘛要两包，要分两包你做，兄弟我。来两包。两包钱，个人要吃红肉馅饼，一包俩，很好吃啊！这几条三块你免考虑啊，一包个人要吃无？好啦，有个副菜，伊也是两包的，走三包。我这个帮我走就走四包哦。这红肉馅饼比猪脚好吃，一包好了，一条剩三块。但你要一包两包？来走四包的，来几包？来，你给我，都给我，来几包？来，快来吃！个人要冲到馅饼最后三包，你吃看嘛，这包真当好吃啊！啊，无人平要一个面刀人后尾九包，一包个人要吃馅饼的无？好。个人要吃牛肉，我有炸牛肉。牛肉，人要吃无？牛肉。诶，牛肉。来，你蒜泥去了，我先袂去了。蒜泥头都去了，我来讲啊，这种蒜泥头都已经给咱蒸了。这价比蒜了。这菜只一斤二啊，无你会当去菜只啊讲啊？你啊，开始看人去切蒜哩，你啊无看这个蒜哩一斤啊二啊无无？这只比蒜啦，这一包斤半啦，这就咱有时候做用煎的啦。一斤二啊，我一包斤半四百，加四百加四百的。八百。我免互你加八百、七百、六百，拢免一个人买上，免食蒜哩的五百块。来五百啊！你看这个大哥有无？你搞准备啊？酒具啊？有啊，准备好啊。好，我这用了，你准备，我这化妆准备干毛的啦，我大等下去啦。你要食蒜哩的人家两包三斤重。卖花五百，卖花四百，你存这来哦。啊，无咧啦，恁加买块啊，并且大大只，我上恁啦。人讲大卖价，大卖价，恁买只我上恁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你五百我。来五百。来五百，人要食蒜泥的无？五百哦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三斤的蒜泥卖恁五百，这是正比赚一斤八千，你也免考虑啊啦。来啊，我一包给恁啦，一包过来啦。这三包蒜泥，你等人帮我，你甲我帮我，若无四斤，你退你起来另外我斤，四斤的正比赚蒜泥。啊，我来讲，一斤了切两百，四斤了八百，对吧？金龙三四五了，拢无啊，五百来咯。来五百啊！有人要吃几条蒜泥的无？五百块。蒜泥五百，有人要吃无？蒜泥五百。五百啊！这一斤存一百二十，这不是鱼，这正蒜泥正比蒜的五百，有人要吃无？
箱可以问。一船一箱来啦。哎，再下一箱。伊也拍分，四级的算你，计上卖去。五个人去，卖搞出价，先价钱，三百块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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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整了，报得起来，三百，三百啊，今天几年啊，来三百啊，你好，今天都用吹龙舞机啊，最后要两个三百五啊，四斤算三百块，多一只啊，姐，来存一个三百，三百啊，希望你收啊，收啊，希望你收收啊，收啊，已经着急了，着急了。我来放大酒币嘛，来签到找七百，谢谢。你不是用酒币啊？你酒币比较猛啊！搞你六币啊！哎，对，酒币先来啊！酒币先比较猛的，大三加固啊。OK， 来啊！阿姐啊，我来倒账啊，你搞我毛的，你这个倒破皮子，谢谢阿姐，感谢你。那边就酒酒的人家卖五包，卖四包，先给钱来三包。三包，七十五包。倒酒，我来给你酒酒吧。我来一包了，来三包啊，这个来三，这个你，这个你，来三包，这个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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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包。来，那边就酒酒的无三包。哎，三百哦。这两个用用三了，好接啊，三包了。来三包，够两杯啊，无三包，这个你，这个你。那倒几个，对啊，来那个倒这三包，再过你三包，倒几个我来试一试。靠，这几杯没有完哎！几杯够？几杯够你三包？几杯够你？几杯够你？几杯够你三包？再过你三包，再过来。够你三包。来三百哦。来，可以。三百够了，那就九九了，三包。三包。三八块有咩来无？这里同个叉叉，这上好只啊，不只了，三八块咩？好啊，好啊，我走。三八块上，我就行了。到南边食白带，今仔有够青，白带有咩来无？后边都有。我只个只有白带白白好无？你冇看白带咧无？你冇看过无？这个订的顶骨壳啊，这叫上青的白带，这当然七块会当煮汤啊。爱吃卖一千卖八百五百，啥物事啊？五百，你搞买五百，我怎买过你啊？我倒卖一堆啊，我无闲卖一堆啊。我怎买过你？金丝丝水当当，我怎买过来啊？先给钱，我怎买过你啊？钱来啊，五百块。来五百啊！有人要吃上青的白带无？现在我系五百块。有人要白带无？五百。五百。一卖一百买袂到，才青的啦，真正的啦，人家。我讲恁听啊。我加一尾送你啦，好不好？我一尾够恁啦，一个人加啦，总包啊，才六只啊，总来啊，五百送你一个啦。五百啊！有人要吃现捞的白带，伊无五百。五百，有人要吃咧，无五百。五百。你若可以叫我退钱，来，人要收啊。好来。好，来，一个人加买了啊。第二，你卖加钱，一尾够我送，我也赚钱了没有？全部几百拢你的，七八买就退钱，五百来。来五百啊！现捞白带无五百。五百，五百好，五百块，五百。好，好，这真正收好嘛，报得起啊！一尾七十块你买着，真个品质嘞。时间你会当煮汤啊，真个人家，无甲你骗钱啊。这当互你煮汤啊，我嘉宾啊，最后一个五百客当也无啊啦。五百啊。最后一个吃七尾五百，人要吃也无，无啊，卖搁客气啊，卖人要五百。美女，去煮白带的真正，你买无？互你。五百。来左边没有多少个，你看这个深度真正，这一地位啊，白带品质，你看上面都提个，你后边个上面，啊，以前阿顺咩来啊？三啊，连我家己人都买啦，四啊，五啊，六啊，哦，要求就够轻的，真正，够轻的，我家己人咧，我要留一双白带，留一双白带来收着，我桌顶清清的，就认真听我讲的，哎。来，我做你另外七千。恁手莫插着哦，伊咧头上拉的。就是恁老老，啊，即来骂你，即要骂落去好不好？啊，恁手包水饺要流去，我起来起来，惊流。啊，即我来请教一下，恁现场我要点啥物？恁后面送火标？了了呀，了了，别讲个有。几对？看顶拢无啊吼！来牛柳啊，这个这个我啊牛柳还可以，牛柳要进来三百块拢无啊，高进来三百只，包二包两包五包三包零四包零五包零来六包三包，够两要进牛柳无三包，这叉叉就做好只啊，三百好了啊，来三包，好啦，
我来了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来看。我看有啥物重点无卖，来回收起来。来一个化雕器过来。来了钱的时候，我先甲卖掉。这卖上了上，这无来卖。这麻辣牛三宝，这到四月二十到期啊，不是叫纸质品来卖的哦。我叫正常货来卖了不好。我起来才了钱给你的。这一个百号啦，这有牛肚、牛筋到啥，那个牛肉。一包三百几块，两包六百几块，唔免六百，免五百，新价钱买一送一啊，三百了。来三百啊！我两要吃麻辣牛三百，三百块。三百，两要吃无？三百。三百。三百，两要吃无？三百。了了了。你要吃几两包冻面？四个价钱了啊！一百了。要收哦，一百。你要买痛苦哩呢？来百啊！老母要痛苦要钱啊！一百，一百，最后拢啊一百啊！来边啊！最后就一百，两百啊，两千啊！一百两百，百两百三百，就一百，真正啊！我老了，我老你知无？好，谢谢。我跟你讲啊，恁这人叫有四零五无啊？你给囡仔起来啊！等下我这是无，这只吼我讲恁听啊。这只是灰枪啦，几只无饲的啦，这当然也无难啦，用这两撮拢会使啊，吹泡泡纸嘛袂歹啊，这餐厅一只吹起来二啊两百五啊，两只吹起来五百啊，你会当你伫全台湾省菜市啊买你拢去啊无？这只鱼啊全世界无人在条饲，这只拢野生啊，我后面留你开五百、四百、三百我了。来三百啊！有人要食哦，养鱼哦，这鱼啊刚买到只，这拢无饲无难的，这当然用撮这毛到顶的拢无饲哦，三百哦。哎，沙包。我来买只花叉毛沙包的。这。